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木屋升华四。木屋升华四这一只开始移动腐蚀才会显示属性，这只先杀掉，这比较麻烦。靠，我一颗攻击珠都没有。哼，漂亮。展现一下我们的难度吧。哦，因为他把我珠子都遮住了，所以我就先干掉他。所以记得不要遮住我的珠子哈。这是很关键的，遮住我的珠子就等于是挡住我的眼睛了。好，再来杀掉第二只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只它会反弹哦，所以我们不能打它。这一次要打的话，我建议是用边补边打的哦。然后做一点叠珠好了，让它锤一下。换个一波把它带走，哦，带不走，一样，哦，继续做叠珠哦。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会GG了，啊，他比较容易GG哦，因为这样回复力比较够，哦，攻击力伤害比较大。下一关，这个手消六 combo 盾哦，先杀左边这一只，既然是手消，那我们就一 combo、两 combo、三 combo、四 combo 做不完哦。做下一波，下一波哈，这边有一二三四，所以我们这边再做个两 combo。五六，好，先杀一只。不小心我们就杀了两只，威力还蛮够的，那就两只一起杀吧。好，这边能力继承这个有一点小麻烦，所以血量差不多，能的话是两只一起打，不然就是右边打完换左边，左边打完换右边。那我们先做个绿珠的动作。痛的哈，这个在他们还没叠之前，先把两只都一起处理掉。所以我现在做一个，还是一样做绿珠哈，因为我要多点木珠了，这样讲比较快。然后做全体攻击，这样，砰砰啊耶，差一点点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但是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一样就是稳扎稳打的去做我们的这个，右边先做好五颗 standby 哦，然后一波一波把它带走哈，一 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 四 combo 五 combo， 啊算了。还是两只都可以带走了，无所谓了，好吧。当然最后一波应该是很漂亮的，不过这样也是很漂亮，好吧。好，这个木屋升华四魔法实验成功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